话咁快，我就嚟到沙巴最后一站啦，斗湖。斗湖最出名咧就系出产可可，系全国数一数二噶。朱古力你又食得多啦，不过做朱古力嘅唔可以缺少嘅原料可可，你又知多少呢？咁而家就等我哋带你去可可园行一转，睇下可可系点嘅样啊！佢唔知道个朱古力嘅原料喺边度嚟嘅。啱。而家你就喺度啦，就系讲啊，你睇佢嗰棵树，由佢打果，佢熟咗，佢啊将佢攞出嚟，似啲咩味道咧？山竹。山竹喎、哦，唔系好似得打粒啊？好似红毛榴莲味。啊，系咯，红毛榴莲。因为好少你哋有时食过咗，又冇咩记得嘛。佢带多少酸，多少甜？试下有冇？系啦，入边系紫色嘅，呢个就系熟咗嘅，就系熟咗嘅。我一直以为嗰种朱古力、朱古力嗰啲先系熟咗噶，嗰啲系未熟足噶，呢个系熟足噶。其实我中意食朱古力，但系冇朱古力味噶。朱古力佢要咩噶嘛？哦，而家系汤落汤落去啦，而家要扑扑。我知道咗咩嘅，美式足球。我做紧乜嘢嘛？喂，嗰度做紧嘢喎，喂。扑扑咯，第一草咯。我哥嚟到斗湖埠咧，系以前英国政府嘅时候啊 ，British colony 嘅时候，佢哋喺南美洲嗰度带嗰啲个个秧过嚟。嗯，咁嗰个时候咧，德军系其中一家俾佢选到我哋种可可嘅。由创办人霍德军先生打开先河，喺斗湖种植可可到而家，德军可可园已经传到第二代啦。而且他们还在种植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不断创新求变，紧贴时代的步伐。这里的负责人请我们试一试他们用可可整的创新菜式。哇，有什么吃？有这个香蕉可可卷和这个可可炸蝦碌。可可切晒出嚟添啊！仲有呢个可可布丁啊，你睇几蛋，仲有仲有。食完嘢，负责人话去可可园兜翻转，顺便带我哋去睇佢哋自豪嘅瀑布添啊！可可园都有瀑布，咁真系要睇下咯。原来唔止一个瀑布，大大细细加埋上嚟咧，都有五个咁多噶。哇，呢度好有 feel 啊！咦，点解唔似平时睇嗰啲瀑布石头嘅圆滑滑噶？因为呢啲都系火山石嚟噶。火山石。负责人话有一座细火山咁啱就喺可可园嘅范围之内，所以个瀑布啲石头应该就系嗰个火山以前爆发嗰阵而留低噶。你睇个瀑布几大？哇，好大啊，起码有二十层楼咁高啊！等我哋行前去感受佢嘅威力先。哇，真系好劲啊！这个瀑布果然是可以令到他们自豪啊。看完这么漂亮的瀑布，我们共走去可可博物馆了解可可的制作过程，还有看看可可的制成品，还可以不停试食添啊。老师啊，你试了这里很香的。今日碗水仲正，而家先知道原来 Coco 可以做咁多嘢出嚟噶。未选，由德军集团旗下金都酒店仲帮我哋安排咗一系列嘅 Coco 大餐添啊 ！Coco 炒饭
Coco 炸鹽扒 Coco 炒麵，今朝試過的 Coco 布丁，仲有就係 Coco 蛋花湯啦。Coco 大餐真係大開眼界，聞所未聞啊！试完个咁特别嘅 Coco 大餐之后咧，就要翻上房休息一下先得啦。因为我哋今晚半夜就要上飞机飞翻西马啦。今次嘅旅程睇到好多下一代嘅努力。成本拉嘅 Regatta 嘅巴庆典连续18年嘅举行，目的都系想纪念上一代嘅习俗。斗豪海底关国歌园嘅第二代，不断将国歌发扬光大，都系唔想白费上一代嘅心血而继续努力。好多人都话前人种树，后人遮阴。其实我话开业难，守业更难。Regatta Le Ba Hing Dian嘅经费一年比一年少，全球国际化，国歌员嘅竞争越嚟越大。之但系佢哋都冇谂过放弃，仲越战越勇，务求做到更好。再睇翻而家好多年轻人，玉蝶就话跳楼自杀，唔系就东家辛苦西家捞嘅态度，实在应该多多反省同埋学习噶。经过成个旅程。我哋都体会到知足常乐，同学晓咗及时行乐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样领会到个中意义啊！如果想好似我哋咁玩，咁你可以同翻游志 www.fantrailmat.com 同埋长青假期有限公司 Green Holiday Sabah@gmail.com 询问详情噶。